快一点好起来，我就把论文给你看。论文？论文在哪儿呢？小乔，小乔，你醒啦？你喝那么多酒，又吐又发烧的，喝杯蜂蜜水吧。喂，雷小姨夫，你该不会是白日梦做太久，脑子坏了吧？团结就是力量。醒醒啊，起来吃饭了。哦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啊。上市之后的销售报表，你看一下。销量不好吗？我们第二批投入市场的批文全部滞销，而且第一批的退货率超过了30%。还有个坏消息。什么？我们存放批文的仓库到期，现在账面上付不出租金，所以这批批文得暂时放在公司。这种需要救世主的时刻，长歌怎么消失了呢？妈，你这手艺啊，在国外就是主厨，在咱们国内呢，就是国宴首席。哎，小姨比你差远了。当然了，我遗传的是你外婆的优良基因，哪像你小姨呀，只遗传你外公的坏脾气。妈，我随便夸夸，你还当真了？臭小子，你说这常剑雄真对我小姨有意思啊？常剑雄这个名字也是你随便叫的吗？可惜啊，我看着小姨夫啊，老常他不行，这么多年了还转不了正，差口气儿。行了，快把菜端出去吧，别在这儿添乱了啊。遵命。
弄死你！哎，常天雄，你不要以为我看中你，你就可以胡乱说。你也不能仗着你这首长的身份就乱来啊！哎，让你端菜干嘛呢？嘘，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！跳马横车，怕你不成？吃马。没事，去，快端进去。哦。嗨，你小子要翻天呢你，啊？天如果做的不对，就得翻。你连老子的君都敢这样啊？这，好了，吃饭了，别下棋了。走走走，吃吃吃。南琴姐，我还有事儿，今天就不和你们一起吃饭了。伯父，我知道今天您是让着我的，有空我再跟您一起下棋。那。我先去忙了，好，有空再来看你们。不是，你有什么着急的事儿？吃完饭再去嘛。哎，你烧退了没有啊？啊，不饿吗？